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 啊，今日咧会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张国荣嘅《追》。咁近日咧姜涛都翻唱呢首歌嘅，咁大家咧可以去YouTube 度睇下姜涛嘅版本同埋张国荣嘅版本。咁咧两个版本咧，其实咧个伴奏嘅部分咧都系一样嘅。咁大家咧可以今日咧跟住我呢个弹法咧，可以无论中意张国荣嘅版本好啦，定姜涛嘅版本都好咧，都可以跟住佢一起弹嘅。咁事不宜迟啦，咁我哋首先咧进入咗前奏部分先。個前奏咧，我自己咧就會用歐指法去彈啫，因為整首歌曲咧其實係用鋼琴伴奏噶嘛，咁我用翻 ukulele 咧用歐指法咧，其實相當之襯嘅。一開頭咧咁咧係一個 C major seven 嚟嘅，咁咧大家可以掃落去就得，或者用四隻手指勾亦都可以。咁跟住咧跟住份譜轉啦，三。有括弧嘅地方咧，大家細力啲彈。基於呢有幾個箭嘴嘅，咁大家嗰個位置咧大少少。咁呢個最尾呢個三字咧有一條斜線喺後面嘅，大家彈完之後咧，隻手指沿住條線落去轉 chord 就得啦，撳住落去，按住落去下面，跟住拉住落去轉和弦。OK， 咁跟住咧就係一紮十六分嘅嘢啦。咁大家首先咧慢練，練熟咗先。最尾兩個和弦都冇乜難度啦。咁十六分嗰度咧，大家留意咧，就係第五粒音嘅時候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五粒音嘅時候咧，一路彈嘅時候咧，彈第五粒音嘅時候，大家嘅手咧就應該係轉緊去第八格嘅。咁咧先比較容易彈翻去成首歌嘅節奏度嘅。咁我係試一次前奏咯。跟住咧伴奏部分啦，伴奏部分咧，我亦都會選擇用歐指依個方法去伴奏嘅。咁咧，但系咧頭嗰兩個和弦咧，我只需要數一下就得啦。而之後歐指嘅方法咧，咁我亦都會沿用翻我哋 T1213121 嘅方法。咁應該好多歌我哋都試過噶啦。咁一個小節有兩個和弦咧，咁我哋選擇 T121。咁又係啦，咁有啲地方咧，大家可以去省略一啲音，咁令到咧個伴奏咧變化比較多嘅。好啦，咁到最尾咧，咁我喺嗰、那個最重要咧完結之前咧，有個 A minor 同埋 F sharp minor 嘅，咁我咧這個 version 咧會比較複雜啲嘅喺依兩個位，咁大家咧。之前咧，如果大家唔係好熟嘅時候咧，咁可以用 C 去彈奏最重要依兩個和弦嘅。咁大家咧，如果想個聲音咧比較似翻原曲咧，咁大家可以喺依個位置指咧最重要咧，人群裏最重要嗰度啦。咁咧用一個 A minor， 咁我自己咧就會用由上面開始就係零四五三依個 A minor seven 依個字吧字位嘅。咁我歐指依度咧就會選擇 T 或者掃落去 T 一二。一三一二，當我勾三嘅時候，最尾我勾三嘅時候啦，咁我會加隻手指尾喺第五格，咁啊勾一次喎，就係 T 一二一 ，OK， 咁跟住咧完咗一三嘅時候咧，跟住我就會拉隻手指尾去第七格，咁咧就會撳住一個咁一個和弦，大家可以用兩隻手指撳啦，咁依個咧就係 F sharp minor seven， 咁我自己用我中意咧用中指撳兩條線嘅，咁我試一試依度啊。
OK， 咁跟住咧就大家去翻 D minor 啦，咁樣 F G C 就可以完呢首歌啦。咁咧，大家咧如果想加翻個尾奏喺度咧，咁大家可以用翻前奏部分咧加翻嚟尾奏度喎。咁尾奏嘅方法咧就係、是、去到唱到也在笑之後咧，就入翻個前奏頭嗰兩個小節。但系到最尾依三粒音嘅時候，最尾我加翻三粒音上去，就係、是前奏嗰三粒音。但系咧零嘅時候咧，我會勾雙線，連埋頂就係二零。跟住咧，咁就只二格就係零二。跟住咧就會勾一個加一個 A chord 落去，彈二一零依三條線。咁啊，彈一彈尾奏咯。整首歌部分就是这样了，我呢跟大家一起去示范一次这首歌曲。分钟却挂念谁，我会说唯独是你不可失去，好风光似幻似虚，谁明人生乐趣，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，谁比你重要，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，谁比你重要，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，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，原来多么可笑，是真正目标，一追再追，追改公司生活罪。